回来要全民大新闻啊，那我们之前呢，你看政治的新闻、娱乐的新闻报完之后，大家最关心的还是民生的新闻啊，民生最重要了。但是之前呢，你看呢，物价一直上涨啊，造成了老百姓呢苦不堪言啊，真的苦哈哈的。之前不是有一个啊制造假车祸的一个假车祸警察，就是在高雄龙总那边一个假车祸警察，他假装撞上去，其实根本没事。对啊，想要跟对方敲诈一点。对，既然这现在这个现象引起一个仿效了，对，大家就想模仿他来敲诈这个车祸的一些钱财，这样真的不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闻报道。好的，主播各位观众，目前记者在现场为您访问到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人物。日前呢，在网络上出现了一名假车祸姐，她因为制造了一场假车祸，在网上造成爆红，而且非常多人争相要模仿她。今天全民大新闻独家头条为您访问到这名假车祸的开山始祖假车祸姐。目前为您访问到，这就是假车祸姐的本人。你好，你好。当初为什么会有想要这样子的想法制造假车祸呢？就是创意嘛，我想说引领一些潮流，我就找一台有行车记录器要开比较慢的车子撞上去啊，结果就好了。不过哈，你知道吗？假车祸如果制造的不好的话，看起来非常假。那你那个车祸到底是怎么样去制造的呢？哦，这个很简单，首先你要算三个东西，三个步骤，大家要记好三个步骤。第一个就是距离，你距离要算好，不可以太近。再来第二个就是步伐，像我是习惯右脚先，我就右脚先跑。第三个就是起跳时机，我左脚一起跳，不能太大力哦，不然镜头会带不到。啊，比方说我起跳，嘿，然后一个背滚式上。PS， 喘气的节奏也要对。然后就沉下去了。可以根据现场掌握到状况，就是喘二休一很重要，然后就这样滚下去了。哇，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棒。好，记者现场呢，已经掌握到了当时还原当时的画面。这一位呢，就是当初让假车祸姐爆红幕后非常重要的一只推手，就是这位车主先生。哇，爆红。对。以前我没有想那么多了，当初我就是他撞到我之后，我就把影片上传了。我也不知道他会红得这么快。其实我有反复观察他的影片，其实笑料袂歹。啊，我若是体委会吼，我一定会帮我栽培做国家未来的栋梁。好的，目前可以听到的这位车主呢是说得非常的好，也希望体委会主委能够听到这段，赶快网罗这名假车祸且成为我们的体操国手，再把时间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我给你，那这个给我什么？过夜。是的。是很有趣哦，跟大家更正一下，其实刚刚不是新闻画面，是我们直接采访到了，就是假车祸姐本人呐、啊。所以说我们全民大新闻的精彩的地方就是，绝对是当事人来回答大家的疑难杂症，对不对？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有这个社会上有假车祸姐这种现象，那我们这个记者哦，名嘴记者团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啊？对这种假车祸的这种事件有什么看法？这个等一下，我好像发现郭主播有一位长得是蛮像刚才荧幕上的假车祸姐。你是不是啊？这个一模一样吧？一模一样，是你的位置一模一样啊？你是吗？你是假车祸姐吗？我是记者。啊，针对你们刚刚的诈骗的问题是很简单的，发生这种诈骗问题，你只要在车上不要下车，然后马上当着他的面打电话报警，这样就没事了。那如果是真的车祸怎么办？你还不下车被人家当成？你不下车这样子。真的车祸那就先叫救护车。是的。回答得很好，还蛮稳定的哦。哎呦，台风不错呢。真的是蛮像假车祸姐的。是啊。对啊。可是说到其实这个新闻，我觉得也蛮心酸。你看经济不好，到大家需要去诈骗这种假车祸财哦，对不对？是，所以在这边呢也呼吁啊，我们这个马总统啊，好好的帮我们拼一下经济，让人民过好一点生活，这样好不好？对啊。我们进广告。进广告。好的，全民大新闻的最后面啊，最精彩的地方啊，就跟别的新闻不一样。不一样。昨天有看我们节目的啊，大家都说赞哦，后面竟然请到小哥来唱歌啊，是千百万都请不到的人，怎么会来到你们的现场？但是我告诉你们，今天更让大家更厉害。这位也是我年轻的偶像啊，有大到好喜欢他，而且他现在红到内地，好红啊，真的、哦，请他俩来聊啊，欢迎他出来好了。而且我们要请他把我们今天新闻讨论的话题汇整成歌曲唱给大家听，唱给大家听，来欢迎任贤齐。
妈总统心太软，心太软，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爱情无怨无悔的保护你们，感动我们就用水珠跟你抢，革命你冲进来，冲进来，看见偶像就冲破了人墙，保镖他不好干，相处太难，粘得太紧，他打得你满地找牙，假的车祸他演得太假，全民大新闻，谢谢大家，全民大新闻会笑掉大牙，谢谢谢谢，太帅气了，哎呀太帅气了，感谢感谢，哇任贤齐啊，这太难得了，喜欢演唱会都没办法邀请到你，没想到全民大新闻你就来了，哇这么捧场啊，但是你看有任贤齐，每一集都不一样啊，记得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九点准时收看我们全民大新闻，再见了，拜拜了，你们穿着